笔记本、活页纸、铅笔、胶水、剪刀、彩色铅笔，打包编号，依照顺序一公尺间隔。我们今天到卢汉村的 Gilmes 来做贫民区文做文具发放，因为政府已经开放3月1号所有的学校开学，所以我们赶在假日来做文具发放，也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回到学校完成他们的学业，将来对这个社会做一个有贡献的人。久违了校园，阿根廷全国停课一年，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参加。65岁圆满读书梦的罗莎继续勉励自己，也鼓舞了所有人勇于超越。大爱新闻之声，美智工萧继登，阿根廷报道。